今天肆意的战争场面中，游客朋友您将看到，烟水张飞手持长矛的英姿，红脸关公跃马飞奔的风采，还有刘备挥舞双股剑的威仪，武艺超群的吕布更是威风凛凛。他与刘关张参战上海回合难分胜负的精彩场面，更是令人难以忘怀。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，都是参加过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拍摄的各地演员，各个身怀绝技，他们真刀实枪的为大家演绎这段惊心动魄的场景。另外，我们演出中的裴景骏马也都是参加电视剧实拍和训练有素的战场。在这里，您将欣赏到非常精彩的马术特技表演。三军战吕布。